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世界观 news 讯，萧亚轩跟小16岁的男友黄浩日前双双被爱犬咬伤，恢复状况受到外界高度关注。而他早前公开全脸，让疤痕首度见光，近日又晒出和男友甜蜜合照，也是男友受伤后首度露脸。外传黄浩也受伤，萧亚轩为此公开合照，两人身穿白色浴袍，女友眯眼戴着黑口罩，他凑近送上搂脖之吻，贴身依偎，而照片只露出侧脸，头发剪短，虽然光线昏暗，仍看得出灿烂微笑。这段相差16岁的姐弟恋受到各界瞩目，感情始终甜蜜，还参加陆综《女儿们的恋爱三》，公开相处的细节羡煞旁人。萧亚轩公开放闪黄浩，粉丝祝福，希望脸都没事，愿一直幸福下去，你真的好喜欢他哦，为姐姐开心，这甜度太喜欢了，要一直幸福啊。此外也有歌迷等不及敲完偶像复出工作，网友则持反对意见，脸上的伤还没好怎么出来工作，多给他时间。编辑张一佳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